三杯。金鸡啊，一个走啦！啊，每天厝内面哦，我都爱摒扫啦，啊，扫涂骹啦，洗衫啦，煮饭啦。我堂堂一个店面代表，竟然沦落到这款地步，哈哈！世间上可怜人就是我啦。嗯，免你可怜啦，那别讲可怜，我上可怜啦。困醒啊，到米店两个人就小撮走。我透早后该去公司看看嘞，啊，收了该去理解哦，去查销啦。嗯，啊，趁中昼，咱大家休困，我该赶去菜市啊买菜啦。哼，若要讲歹命，我比恁两个人搁较歹命啦。阿母诶，咱两个人哦，真正会忝死，得赶紧想办法啦，找一个哦，亲像甲金鸡啊安尼人哦，紧来啦。啊无，咱两个哦，真正志在袂调啦。哎呦，这我嘛知。嗯啊，即摆是要倒找一个像金鸡仔好个查某囡仔啦。嗯，你看，啊，月结少啦，啊，工课也做到济啦，哈。哎呦，安尼舒舒行行哦，你看嘞，咱拢唔免交代呢，迄边家也好，厝内面也好，拢甲咱想甲真有济个安尼是。嗯。我若想着金鸡仔哦，哎、欸，啊，就想咱要扑龙宫惊三对啊啦。哎呦，迄两只目睭哦，等下死你倒位去哦，我有影气死。那就是安尼嘛，无我哪会去叫伊扑龙宫个啦。哎，金鸡啊，阿母人我骂我不能讲，会吃烦的。想着金鸡啊，其实喏，你我嘛是袂歹啊。我枵的时阵喏，伊会煮面。要煮点心给我吃，啊！我当兵的时阵，伊就甲我抓咧。我讲东哦，伊就骂讲西。想即嘛，想这有啥物路用？这离婚证书，伊也已经拢签啊。煞无滴，安尼上好。嘿，较免哦，到搁两个带气神老命。今日房间看无娘有啥过转？你是我要来做鬼啊！哎呦，你是要人惊死哦？啊，人人走出来，啊，咧出，遐大声着我喘一下。啊，你是搁我转来做鬼啊？
啊，你讲的嘛真趣味啊！啊，这阮家呢，啊，我户口还袂迁出去，我算起嘛是还佮你的新妇啊，我煞袂使转来哦。你面色哪啊歹看，哪安尼白出出啦？袂你甲我管啦。哟，你是破病了？我甲你讲哦，袂你甲我管啦。我是讲，我会死啊！你免你搞啊，好死！你要紧的啦，我真是看病的，我呢？你要紧的，我当老母啊！哎呦，你要紧的，哎呦哪里啦？哎呦，我当老母啊！你要紧的啦，我当老母啊！母狗嘞，愈来愈严重。你洗衫机搁歹，免甲洗衫哦，洗甲人哦，咁要分几碗哦，我要忝死。啊，停了再休困下，啊啊！尊啊尊啊，嗯，尊啊，起来起来，紧嘞紧嘞，拜托这台吼，你给我洗洗啊，煮煮嘞，我帮你来公司一下。啊，拜托个某个，我即马吼才洗衫洗好尔，才停个，才要休困个尔。你若佫继续安尼甲录落个吼，我这个堂堂店面代表真正会翘起啦。哎呦，但是甚物人要翘起，还唔知影嘞啦。哎，佮恁来嘞啦，即马唔比讲金鸡较甜嘞了。嗯。我是有够可怜的，啊！惊啦，才住住嘞啦，啊，我紧来去啦。阿包，阿母哦，你看，你看，哦，阿娘喂，你看，我赶紧哦，穿安尼烟斗无啦。哦哦，但是你穿到这恁那飘撇，你要倒啊？哼，恁母狗，恁爸住厝做啊咁要死，啊你穿这么水，你要去倒啊风骚啊你啊？唔是啊。阿爸，啊，我当哦，无让恁两个烦恼。我即摆决定啊，要去甲金鸡啊带倒转来。哈？有影无？有影。你要甲金鸡带倒转来？有影有影。啊，你看，我真是安尼有缘投无啦？嘿，缘投是有缘投啦。啊，不过哦，迄金鸡啊吼，金鸡气一个急一个吼，连证书阁拢签无去啊。即声吼，要带转来看，有影简单呀。嗯，讲迄什么话啊？阿母，你来知影。迄金鸡啊，平常是上三我，对不对？啊，只要我咧甲生奶一个吼，保证哦，金鸡啊，死死混混去啊！这无唔对。嗯。迄较早吼，金鸡啊吼，伫三三几啊，啊三几啊吼，今仔你搁穿甲遮尔少吼，金鸡啊若看到真正死死混混去，一定会倒转，一定会倒转，一定会倒转。嗯。安尼好啦，阿爸，迄落我即摆吼，就决定吼，要来甲金鸡啊带倒转来，啊这。对，哎，三桂啊，哎，啊，咱花一大堆啊，你摕到这菜花要创啥货啦？阿母啊，你真捌，这什么人配什么花？金鸡啊，才配这个菜花。嗯，通嘛，你嘛是唔通啊。阿母啊，安尼好哈，我即马吼决定要来找我这个菜花金鸡啊。嗯。两位再见。嗯。哎，卡细滴啦。嗯嗯嗯，哈哈，这个呢，赞赞赞赞，我这个堂堂店面代表，真正脱离苦海啊！哈哈，嗯，真是的啊！哎呦，人安尼人，我得歹势呢。你带我上哦。啊，好啦。你稍等下吼。林宏伯啊，啊不，你是安怎啦？啊！恁伫我面头前安尼啰啰嗦。哎，我到底等你一支电话哩。啊，到尾后甲我讲啥物？因大家即摆叫我伫病院讲你检查身体，啊，我惊讲伊电话卡电话转来，啊，你一支电话敢要占掉掉，我都会紧张哩嘞。哦，歹势，哎呦，我安尼哦，佮变去遮咧看袂讲嘞。歹势，我是挂电，吼。喂，歹势啦，哎呦，人阮顶我变要用电话啦。我才搁甲你联络，啊，不过你唔通袂记呢，哎，喏，好啦，我等你啊，拜拜，太衰啦，我金鸡啊，我安尼心肝咧感觉真奇怪了哈，啊，前几工你安尼哭到安尼目屎流目屎滴，啊，那突然间心情变遮好哈，天机不可泄露，啊，你也有天机啊，啊，是啥物天机啊？这是
我的秘密啊。啊，好好，你的秘密都跟你的秘密。是讲哦，江北的安娜，我的秘密哈，我来是会当甲人讲的时阵哦，我一定哦第一个告诉你。安尼哦。姐姐哦。你爸叫是讲啥物天机的，原来就是恁阿公要做散开啊！我知我知，我会体到恁少年人啦哈。人讲阿公是床头拍床尾和，恁一定有真侪话要讲，安尼啦，回去吼，进去啊。我入来去哦，莫甲恁做电灯泡皮。哈，小弟，娘妹啊，你免入去，你遐请坐。我坐。我坐。我对这个无情无义无心无肝无体无灵，我人已经无啥话好讲啊啦。无啊，你甲差不多哦，你即马是咧面相你啊，面相你我无天良无良心，啥物不会无目屎，你甲差不多哦，你有你面相你啊哈。我面相，我没料，我面相，啊。哦，哈哈哈！你当初你生做雕啊，这尼啊像，哦，我看到你，我就忙哦，啊，我就会乖乖啊，甲你倒转去，搁予你糟蹋心。你别想我啦，自从哦，迄离婚证书等你那迄天开始哦，我就已经哦看个跑啊，跑跑跑跑跑啦。安娜，酒伫走啊，啊，搁想讲要倒转来找我，太晚了。赵三桂，我跟你讲哦，迄天下间的帅哥哦，太多个啦，不是干那你一个尔啦。啊，我金枝啊，生出这尼个妖娇，这尼个美丽，这尼温柔，这尼体贴。只要哦，我把我离婚的消息安尼给放出去哦，阮遐亲戚五十、朋友八十哦，大家都相对给我介绍对象啦。我跟你讲吼，稍等。中午伯啊，我拄则有甲你讲我一个秘密吼，我即马第一次甲你讲啦。人阮朋友哦，要甲我介绍一个对象，我要来相亲啦。赵三桂，你有听着吼？我已经准备要嫁予别人啊，你搁台顶仔咧创啥物？走啦！啥啥？你即马是咧讲啥？哈？你咧水面咧？你当作啥？当作我要带你倒去哦？哈？啊。啊无，你毋是要带我回去？你满招你菜花来，你创啥？哈！你当作我这么粗俗哦？一蕊菜花哦，这么心动啊？哈！这拼的啦！你听清楚啦，我这蕊菜花毋是要送你的哈。你毋是要送我？啊无你送什么人？哈！无闲的丈人爸，这蕊菜花送你。哦，啊！你办甲几蕊菜花要来送我哦？哎呀，我都唔知恁家当时全部咧生菜花了啊！是啦，丈人爸，即卖吼，我知影有一项吼有够好食的，一定要用这项加落煮，迄落菜花炖排骨加落蒜仔椒，吼，伊多棒个咧！多棒！菜花炖排骨，啊，佫加蒜仔椒，蒜仔椒嘛，啊，无菜花。这袂歹看哦，好啦好啦，迄个金枝小姐，都只我有听过吼，讲迄个你已经要嫁别人啊，对无？讲真诶啦，做遮久啊吼，啊无啥通迄个送你安尼，啊无，迄个我一句话吼，好言吼送你啦，祝福你哦，哈，再见。剩我寂寞在耳边。管他伊什么东东，困难都互相有好康的。祝福你啊哈，再见。再见。是的呀。你莫哭好无？是你共赶出去，啊人即马转，你才咧哭，啊你搁咧哭。人我是水娘，伊就笑死啊！你讲咩？我这一放假，我把你惹的，你带到家里，我把你惹了。
头拜我靠啦！哎呦，啊，等恁翁送我入去菜花，你就靠到安尼死，啊，无安尼若归去，我菜花送你啦，啊，都会今年啊，爱去南美山遐食嘛。啊，爸娘，爸娘，你搁开始啊？你太艰苦了。啥呀？金鸡要叫别人？是啊，伊就是安尼甲我讲的啊。我无阿爸你无面子，我来作诚心甲伊祝福啊。啊啊啊啊！我这个堂堂的店面代表吼，真正热死啦啊！三桂啊，我知影你即摆上寒来一定足艰苦的吼。我阿母啊，我哪会艰苦？其实我从头到尾我也捌介意过金鸡啊，我哪会艰苦啦？憨囝咪啊呢？啊，你是母啊生的母啊，哪会知影你的性啦？你若是无法度将迄金鸡啊放袂记，无母啊替你过来救伊一逝啦，吼！迄金鸡啊可能哦一定安尼，互你气定哦，啊常讲会激你啊。凡说母啊来去吼，可能伊会对我转来嘛无得脚。嘿，阿母啊！我是要来讲你才听有啦，我甲讲你免去啦，我哪有介金鸡啊啦，讲较歹听，伊若要转来就转来，唔转来就莫转来嘛，我无落鱼眼啦。三桂啊，真烦呢。三桂啊，三桂啊，妹啊，安尼要安怎啦？金鸡若唔转来哦，我这堂堂金明代表会忝死，会忝死啦。我甲你讲啦，忝死无要紧啦，即马烦恼吼，归咱三桂啊啦，哎呦！啊，你是咧乌白讲啥？人伊就讲袂要紧啊，你这啊。嗯，哎，无要紧，你随咧讲啊尔啦，我咧唔知影伊咧。啊，三桂啊，确实有可能。啊，食到要三十岁吼，到即马知影讲，心有这失恋的滋味啦。你哪会要来对待我啦？真是啊，太真烦了。我喊老母啊，啊你感觉哪有较好无？有啊，有啊。我在这边紧甲送来病院，啊若无吼，我毋知变成安怎。哎呦，你讲安尼都唔对安尼。就讲我今仔甲你无熟识，我嘛应该爱救你啊。啊，搁再讲哦，你嘛是阮翁老母对无吼？理由啊。你人的心肝真好，是出你去嘴那尔啦。咱以后吼，都莫搁再冤啊，免让阮娘为着咱两个代志一个烦，厝内带袂调吼。对啊，我嘛无想要甲你冤啊，啊想讲咱两个若无冤哦，嘛无结娘咧。哎呀，啊，这几工安尼哦，米好也无伫咧啦。啊，迄个金鸡安尼正骨来甲拼这厝内哦，我咧加正轻松。唉。啊！你几时啊？恁爸甲坐点只来练一下嘴手咧。哎，阿爸喂，嘿嘿。我你是搁转来创啥啦？哎，阿爸，你讲安尼哪对？啊，我恁查某囝呢？啊，我想你啊！啊，我专工转来要甲你看看咧啊。你免甲恁爸骗，我知你搁甲恁大家冤家哦。哈，那这摆吼你又唔对。那我即马甲阮大家吼，汤甘蜜甜，阮即马我上好个了。嘿啊，我是专门要甲你报告好消息。啊，是啥物好消息啊？阮娘有消息啦！啊，阮娘有消息咯。啊，人伫倒位啊？伊即马伫台北啦，啊开一间公司啦，啊细细间啊啦，啊伊讲吼，打甲你拍基础尔，讲基础若拍全吼，要来接阮母仔囝去团圆了。安尼啊？哟。啊，安尼好。哇，即下恁啊规家伙着用斗阵来用团圆啊哩。兄弟哦，啊！你即卖去家遐，你甲恁大家两个咧较好好咧了。也若无恁翁母娘来看咧，讲你甲恁大家搁冤落去哦，冤死还搁白头做一遭。啊！爸，你是要告离了呢，对不对？啊！甲我甲阮个阮翁因老母都已经哦冤了，惯死啊咧。迄若无冤哦，咱啥嘛袂惯死呢？啊！阮就无咧烦恼啊，你烦恼啥？啊！你！哎呦，生甲你个查某囝有影了人啊！嗨，娘咪早早。我病啊咯，哇！安内当时走着营养花出来啊，哎呦，金鸡啊！啊，今日穿这样的是要啊？我知爸，伊哦想通啊，
可能吼、哦、要去迄吼拜交拜的乌狗兄。我甲你讲。啊！我知我知，一定是恁什么人要结婚，安尼要去食喜酒吼。啊！你搁得一半。哦。恁无偌久啊，恁就会当食我的喜酒啊啦。你讲爸啊，那我要来去相亲啦。啊！再见。春我相逢在红尘上，阮谈伊什么东东东东，困难都互相相有好康。再见，拜拜。你家了过瘾无？爸爸，小等你啦，你。弟仔爸，你搞子还袂困咯？赵三桂，你来创什么？无啦，今天啊，我是听到风声讲，什么话？你要去相亲？我想吼，昨天过来甲你看一下，安尼啊。有啥物好看？我跟你讲，你要来相亲，我强要袂赴啊，你莫耽误我的时间哦。下岗。无啦，小等下啦。你捌考虑一下啊？嗯，当时要考虑什么啊？不是啦，今天我跟你讲，我袂骗你的呢，要跟你相亲的哦，迄绝对咧骗你的啦。为着你安全，我看哦，你也是慎重咧考虑看卖啊。哎呦，那我今天哦，予一个予这赵三桂迄个无良心的人哦，已经教到有够乖的啦，我即马予目睭哦白偌金嘞。那我今天哦要相亲的迄个人哦，是我因兜外老是我苛刻嘞，人因兜哦还有一片田我。大片，迄号种哦，好野人呢，迄田桥啊啦，嗯，人我若是吼嫁予伊了后吼，我就是香奶奶。哇，阿爸，啊金枝仔嘞目睭细细蕊啊，佫无简单嘞，当时啊目睭哈大蕊去找到了田桥啊，好野人哦，哈，三桂啊，一声听我去弄白啊，哈。哎，这个美玉啊，啊，当你食美玉，你佮人画甚物烧啦？不要就对了咩？金枝啊，唔知咱讲真经哦，你后摆若做啥物迄落啥物参加夫人哦，你是唔通袂记我只美玉子了？哎呀，你安奈，美玉子多钱？你好我奈敢像你放袂记滴？赞，够义气。阿无赵三桂先生，那我要来去相亲啊，你搁提点物件要创啥哈？歹势哈，我无时间通陪你哈，再见。才会知，就是这呢强，颠颠倒倒忍袂出方向。分离才了解，情是这规定，如今怨叹有啥好？